觉得首先一个大赛的冠军确实会让人提升，应该是全方位的一个提升吧。对，但是我觉得也有很多人在拿了大赛以后松了一口气，也会下滑很快。我觉得自己一直在不停的去鼓这口气吧，然后因为我觉得状态起来不容易，但如果想松是很快就会滑下去。而且我们现在竞争非常激烈，我们前面大概六个人水平确实都差不多，我觉得自己还是要把握住每次机会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